来，现场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停下，钢琴好。一进来，里面表情马上就要来，我就是看到做，就是要做做。这还好，这还好。你拉过来。暗中观察，这是我来过最冷的地方。我现在讲话已经嘴有一点打。这一段就是要下雪，我就说好，那我们就去下雪。多傻一点了，给手给手。哦哦哦哦，这好像施法，就离一切都不对。我当时是那种就是一架钢琴，然后棚里面飘一点雪花片下来就好的意思。结尾音乐要就是要你知道 real 雪这样子。然后我听一听之后呢，我就说我觉得要有狗，所以狗嘞哪儿来了，再放它近一点。哎呀呀呀，一会儿我这就是我的脸。但是很值得，很值得，可以看一下这个。昨天晚上临时很及时的下了一场大雪，今天才这么粉的雪，可以给我们来拍摄。